阿贤武圣夜市去，结果却是 K 混剧，招待嫌好要考虑，请的好下次继续。我的喵啥小啦？有带妈妈来吗？谁出门带妈妈啊？妈宝。蛮大的，还好，还可以，跟瑞峰很像，一个雪琪加雪碧。真的可以去认亲吗？可以，可以啦，来，我请你喝饮料。Okay. 不知道，一个观众。武圣是不是很烂？还好啊，比瑞丰好。讲实在的，比高雄的好就够了。是张雨昭。好。因为他看起来很专业。嗯。他也穿那个日本。你好。我要四颗。原味的。四颗还行吗？那就应该你说六十。嗯，对。里面汤要小心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张雨生。Onegai shimasu 就是要单数的意思啦。Onegai shimasu。哎，你好，我们往前走。要不要做 step？ 那个要吗？你住这附近？对。要拍照还是怎样？是啊、还是要喝饮料？让我们拍照。给我拿。要吗？不用，拿这个就好。因为刚好我们两个都放假，嘿嘿嘿，我们两个都放假，那你是住附近啊？是啊，那不就过来五分钟就到了。是啊、你是刚说要过来那个？没有，还是看到我直播就马上跑过来？我早上就看到，是啊，开直播说要来。嘿嘿，那你要喝饮料吗？请你。这么好？我请你啊，真的啦。你又不是像薛之谦。你也成大了，对啊，整个台南都是高材生，厉害。好，我请你，我请你，你自己挑一间。我今天还穿那个 NL， 熊哥哥粉，报上名来，真的是高知识分子。如何都没看到想吃的，你要吃这个？好，你点，你点。请你啊，你有订阅吧？还是没订阅？没订阅啊！我被送订阅。那今天亏钱。不然不然，你们继续逛。那你要就走。没有，开玩笑哈。谢谢啊，拜拜拜拜。他有订阅 KY 哦，妈的！祝他喝到酸掉牛奶，可恶。ID 口语混强问题八大，感觉下次我要先问 ID 耶，被骗五十块，可恶。太狠了！吃蒜头跟问题来一下吗？没问题，先吃。啊，不要嘛，我自己买的。嗯，好吃。可以在这里喊原神启动吗？原神启动，原神启动。好吃点，我去尿尿。差不多啦。没勃起应该是拍不到。第二个粉丝在哪里？
没了，换这一条。第一个粉是不是 K 粉吗？太狠了！台南咸粉就这？那哪里的咸粉比较给力？下次我去苗栗、台中、台北。台中就怕被开枪哎，感觉很危险。台中。阿娘喂，看你阿妹不咋，这比较没人，没关系。可以进，你可以进，买吗？那你要喝饮料吗？没关系，我要买。这个听着有点刺激。谢谢。那你要拍照是不是？对。可以拍吗？好啊。拍照啊。那我们去外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如果能吃的话。在这边就可以了。附近的人，要喝饮料吗？没有。有什么好喝的、啊？哎，刚刚那个观众还在不在？有什么饮料好喝？那个找一下。这个鲁妈妈。阿贤等我，刚下86。哦，我以为是诺诺哥。诺诺哥是台北人。哦，是啊。以后我去台北再那个，现在可能比较没机会去台北，帮我拿一下，换个边。我看你。来彰化再说，诺诺哥彰化人哦。彰化哦，上次我们去那个我同梯的那里，婉婷皮肤好好。会吗？我没有化妆。婉婷就是天生丽质吗？谁嘴巴那么甜呐、啊？是什么内裤？丁字裤啊？香蕉内裤。谢谢。忘记带签字笔，不然就帮你签名再还给你啊。你回家、哦。对，好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在这边对唱，是有对上的吗？你在这边唱很大声啊！云中的风景伴相随，一首情歌我要送乎你，无论去伫倒位，海角天边，都是代表我的心。为你送好你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好你。交给我。哇！有哦，有感觉哦，差点往老板给他丢下去，没人了，加油，自己的，哦，哇，差一点，哎，这怎么跟夹娃娃一样？换一根没多少，那就吃个冰淇淋哦。你还有零钱吗？有，还有一个综合的，杯子装的饼干，饼干。谢谢。冰淇淋啊！上次大东那一只多少？忘记了。他现在就比较迷人。对啊。
等一下。十点都收光了，不会啊，还可以啦。因为这个在住宅区吧，比较早收。为你写的最后一首诗，阿贤武圣夜市去，结果却是 K 混剧。招待贤宝要考虑，请的好，下次继续。真的是诗圣啊，诗圣啊！感谢收看。